大家好，又过了2周，这2周呢，国会休会，我在奥克兰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还有其他一些活动。那社团活动呢，目前来说还是围绕着国庆和中秋等等进行的。那么最主要的社团活动，我认为呢，还是于丹老师来到奥克兰。在奥克兰做了几次演讲，而且呢，是我也参加了他的一些节目。我个人认为呢，于丹老师的他这种活动对我们新西兰的华人是很有益的。我本人比如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了解的还很有限，对我们的《论语》啊、《庄子》啊这种作品的这种读的都不够多。所以呢，于丹老师，我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去挖掘的。需要我们了解的，所以我个人感觉，一旦老师来访新西兰，对我们这个华社应该说很重要。我认为华社也是，欢迎他们的，欢迎这个一旦老师的。那么另外呢，我想还要谈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上一周的我的个人的专栏里面谈到了关于鼓励我们华人青年参加政府工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跟新西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中国对新西兰是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大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华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政府也应该抓住这种机会，鼓励我们华人参加政府的工作。因为随着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在政府里面，这样对我们推进新中关系、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遇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个部长，尤其是我们的贸易部长啊，跟我谈过这些事情，而且我个人呢也非常认同他的一些观念。为此我在华社做了一些调研，我的结果呢就是发现，就是我们华社很多青年人，他们当然是他们很能干，进入很多大的政府、大的这个公司，薪酬很高，当然这公司也会培养他，所以前景很好。他们对这个进入政府工作呢，事实上是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兴趣，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是不了解或者不清楚，是没有想过要去政府部门工作。我们这个华人社团本身呢，可能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对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就没有经过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提到议事上来，我们努力的去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同时让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是否应该加入政府？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而且我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报告，指出了目前一些现状，以及我们华社的这潜在的可能性、潜力可以挖掘的潜力等等。我希望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的跟华社沟通，跟政府沟通，希望在今后一段时间能做更多的工作。我个人的愿望就是有更多的华人进入政府，同时呢，要进入决策层，这样对新西兰政府对华政策，会有某种影响，对推动新中关系有某种影响，对新西兰更好的利用中国这个市场、中国的崛起，我觉得是应该做我们华社，是可以做更多事情的，谢谢大家。